名店料理挑战赛，我们会两两选手一队进行挑战，每五分钟两位选手必须要轮流换手，共同完成这道料理。经典台菜 Seloba 跟鲤鱼大虾，一个要复刻，一个要翻完。三十分钟做出两道这样的菜，全成功。讲法是非常创意的，